夫妻相处和谐之道，儒家传统文化五伦思想有助人际关系的和谐，勿争大小，因为男人都是女人生的。但是从圣经创世纪的知，上帝用泥土造人，先创造亚当这个男人，后来发现亚当一个人孤单不好，于是就趁着亚当熟睡的时候，从其身上拿出一只肋骨，然后变化成夏娃这个女人，这是有关人类祖先的神话。在我看